这个东西吗？就是这个这边。刚刚的月本杂志，搞不好是那种节目杂志抽到的那种。就是像是我们带我们儿子来参加，来参加什么录影节目？对啊。哎，对，可是就荒岛求生之类的。这机头跟我们飞的地方也太远了吧？超远的，我们在空中解体的啊。对啊，是没错。也是啊。哇，真的，可能是因为我们是要上节目，然后结果就被打下来。说不定这个节目也是他们安排的。嗯、哎呦，对，哇，哎，我觉得也有可能哎。哇，好会找了，要想要看那个卡要找。哦，所以该不会那是别的卡吧？对。哇，那个卡在哪里啊？那卡在哪里啊？怎么了？嗯，我刚突然听个很大声，啪啪啪啪，在吗？嗯。对啊，他的标题是什么？电视明星的老婆死了。哈？他是一个电视明星啊。哎、欸，那边是不是帐篷？那边？那个方向，红红的。哎、欸，真的红红的，看一下啊。帐篷，好多哦。下面也红红的。隐约应该可以比较耐寒吧？你不是有靴子吗？我有靴子啊。我也有兔子。我靠，没血了。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不要直接跳，要稍微。哎、欸，那个不是卡，不是帐篷、欸，哎，那个是花。花。好。树。树吧。树。哦。打哭啦！这边就过雪地啊！哦，哎，这边走过去就不会了。哦，有秘密的东西，不要跑！什么东西？对、欸、啊，他刚在跑。这边直接变哎、欸！前面有食物在跑，这里有干净水可以喝，也没有干净。回来了，哎，就是有没有很干净的干净水，普通水可以喝。哎、欸，有鲤鱼哎、欸，有锦鲤哎。哼我、哦、受伤了啦，所以我们这一个伤就破完了，继续玩这个制造车的意思。嗯可是我想要去看那个、欸、船的事情吗？我想看船的那个，应该是船那边吧？哎、欸，好多、哦，等一下，好多。他穿衣服哎、欸！哇哇哇哇！研究人员哎、欸，打完之后难度增加了，有没有？他们都疯了啦！是吗？很像研究人员、欸，感觉是研究人员吧，因为他们不是从这很靠近那个、啊，对啊，感觉应该是疯了，生病。他们是带那个研究人员的皮。哦，了解。他研究人员的皮，嗯，你要仔细看，他头塞进去、哦我看不到、啊。真的、欸？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太扯了吧？应该是真的是发疯了。哦、带研究人的皮、欸，可是船。船的那个的话要找卡，那个卡是不是也是一样在洞穴？哇，鳄鱼，什么洞穴就不知道了。没有山猪啊！哎呀，我被砍到了。哎、欸，还没见鳄鱼，花鳄鱼、欸！哎、哦，我摔到了。这三角下，你竟然跟我抢！啊！哎、欸，干什么？二只，这都可能。哎、欸，他鳄鱼拿到的皮是蜥蜴皮。是啊，还好。对，它是变成四个蜥蜴皮。哦，大蜥蜴，烧起来！耶、yeah! ！我好奇这个射到人会怎么样？嗯？我靠！不是这个火焰箭射到人会怎么样？烧起来吧！嗯，对吗？全部人都闪过。想干嘛？那个有人没在动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打完怎么不动了、啊？被打雷了，打雷了。下雨了。哦，停工杯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看看你，看看你。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去找如何找二卡。先回家好，先回家，然后找一下。家好像没有很救命啊！后面也是鳄鱼在追你们啊！鳄鱼吗？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好红哦，那这鳄鱼好红、哦欸。真的哎、欸，它好红哦。它超气耶、欸！我就气屁，超红鳄鱼。啊气屁哈！红人鳄鱼呢？气，对吼，我刚刚拿到信号枪。啊，信号枪可以干嘛？只有五发吗？对啊，信号枪可以。空投？有没过？是，长在坡上面，是磕一下，吃不到，还有一个吃不到，站这边就可以。哎，这点信号枪只有五发子弹，只有五发哦。对，他就五个。QQ， 一只哦。他们说好像会拿到什么神武啊，我怎么没拿到神武？
这把就是老枪吧，老枪吧，老枪吧。我要听歌。哎，有不能说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都说不能说了，你还问？不能说。什么东西不能说？说一下吧。啊，好做了。不说就是不说，不说不说。等我。听歌喽。你给你。他有一个叫我们做 SOS 那个石头摆，那个我们从来都没做哎、欸，要不要做看看？我们摆一下好了啦。啊，那他做 SOS， 然后我们用那个信号枪就可以叫人来。我们回家做看看吧。好、啊。对啊，回家。那个从第一次玩就有看到，但是从来都没做过。从、嗯、第一次开那本书的时候。啊，弯道了！有人发射信号枪了！有人发信号枪喽！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做 SOS 吗？没有啊，回家做啊。每个都五发。对啊，不用怕。我乱射。我到了。只能房主使用，那就完蛋了。哎呀，那就尴尬。啊，原来这 SOS 是直装试用的哦。我被剧透了。你也等我们做完再跟我们讲嘛。好。这信号枪往上射没有那个抛物线吗？没有烟，它没有烟在天上，它掉地上才有冒烟的。高中啊，家里捕捉到一只逃跑的蜥蜴。你看家里这边这个，这个红色烟哦。对啊，从那边射过来，天上没亮。哎，真的，作物会干掉。对啊。太久没收会怎么消失？嗯。等下，我家后面那个兔子。什么时候多变成四只啊？上次就四只啦。我抓进去的。我再放一只进去，我这里手上还有。哦，回到餐厅了。我们这里感觉生了好多杂草的感觉。对啊，杂草变多了，好挤了。我好挤的感觉。我都越来越多兔子了。对啊，兔兔啊，要来找那个了。兔。哦，这个鸟放鸟窝可以收集羽毛哎、欸。哎呦，那不用杀鸟了。来找如何找到船的卡。来，收集一下。兔子，干嘛？找枪哦，枪之后再看要不要找吧。枪感觉很……那感觉要找很久、哦。枪很麻烦呢、欸，要跑八个地方、嗯。我们现在只有拿到二号的位置而已。嗯、对啊。烤一下。我要先躲到房子里面，才不会一直被雨淋。我已经躲在他自己的屋檐下面。哟吼！寄人篱下的感觉吗？真的。我手在发抖了。抖。哟吼！他准心到底在哪里？搞起来。我现在哎，凉亭到底有没有算不算会滴水啊？好像会，看里面有没有水的那个啊，动画好像有。打开房间吧。嗯，有的。有啊，房凉亭会滴水啊。我们这边会滴水吗？好像不会哈、哦。嘿嘿，刮风了。团团敲你们都不开门的啦。好，没有，因为我团团都不开门的啦。我站在门口挡门口，嗯，进来。六，你这个好像，其实你可以从那边跳进来啦，你根本不用敲门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敲门比较有礼貌哦。房子会烧起来吗？你可以试试看、啊。没吧？我是觉得会啦。试试看。拿火焰剑烧你的，烧你的。本来就是第三栋还是第四栋？哎，哈基，如果我的凉亭烧光你的。餐厅可能就不保了。对，燒你确定吗？那不然烧这书屋好了。这书屋我记得也是有人的呢。嗯，
阿纪，我已经在你的那个餐厅前面了。你要不要烧这个就好了啦？这个真的是没人的，这个小小的这个。这个烧不起来，我试过了，这实在是烧不起来。哦，这没办法、啊。嗯。对啊，粉团不是要盖第四间房子吗？没有，没有要盖房子，我不盖了。他既然是要试看船屋，船屋啊，不要。但我们是有个岛没去过，那个岛就小小的不是吗？不是我们那边，是另一边，地图另一边有个大岛，要过去看看吗？对啊，我看一下。可是知道我们现在这边要怎么过去吗？知道啊，我知道位置在哪里，我不知道我们，我一下地图就知道了。现在在爬文呢、啊，嗯，查找卡吗？我要找卡，对，找卡，找卡。那你说哪一个岛？卡，左手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金钥匙卡，右下角啊，右下角那边。你说船锚那个地方那个岛？哎、欸，弯刀也可以砍树哎、欸，好猛！右下角，哦、嗯， oh! 左边那个岛。我们可以直接去了，去哪里？直接过去吗？你说船吗？对，好像是同时，就是我们后来第二张不是有拿到第二张干净的撒哈拉卡，啊、嗯，好像是用那个就可以了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直接过去吗？嗯，现在可以去看一下。好了，那是红标，绿色红色，哎、欸，又、换个紫色啊？对，就是没有存到的，所以是绿色红色那边。对，应该是那边。别走，我前面有射他。再知道他的准心在哪里了。那我走你后面。安坦，借我射射看。我累了。走开！你们一直……哎，你的装甲怎么？我要走最后一个。我怎样？射最后面那个。不要互相伤害啊！你刚刚炸掉四个护甲哦！原来是炸到你，我想说为什么你护甲都没了？我都炸掉五个护甲啊、哦！这张口香糖都被炸掉了，又要重新粘了。这真的蛮像口香糖、欸、啊！往后看一下，团团你的都没了哎、欸！看一下啦，我的剩下四个啊！我要听音乐，没体力了。听歌喽！可恶，你为什么不走？再往前走一步？嘿嘿嘿！就暂停一下。那个前面蹲在那边那个啦，那个啦，这个吗？没有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对。不要动！不要蛇形！哦，不要蛇形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不要蛇形！我射你屁股！喂喂，没力了。说射到头会怎么样啊？抢个毛啊！我走了。直接爆头，爆头死掉。这是什么？这好像玉米哦。玉米。哎、欸，往绿色走，往绿色走。绿色，好。我要射最前面那个，看看我多聪明。这个游戏是我记得是变正式版的嘛？对不对？现在。对啊，现在。所以感觉应该也不太会再更新什么。哎、欸，他在水里真的最好射了。咻。没过，吃没过，吃没过，吃蓝色没过，感谢入斗呢，这个，怎么卡住了？哦，感谢迷路。哎、欸，我的潜水装潜下去没有用了，太浅，它好像不会太浅，太浅，对啊，也太浅了吧？哎、欸，正常来说应该往下潜就对啊，潜一点点就有了、啊，就有了不是吗？没有，可能他判定那个。那个海水不行，海水淡水才行。太扯了！哎、欸，这里啦，八七哦，厦门左转。拿着呢，一直出去。对啊，没有，我只是去存档而已。我只是去对，你要存，我要存就过。啊，你没有要逼你不要存，我要存，不要看，哎、欸，逼完了，好了，卡住了。远一个一个，远端存到了，远端存到了。前面是船长的，我船在晃，船在晃，我晕船了。要吃肉什么？我要吃肉。里面上面有一个奇怪的东西，你可以捡一下。那什么？然后那个墙上那个画有哎、欸，有什么画哎、欸？工艺品。工艺品？爸爸是问号。这会不会就是那个、啊、野人的家？工艺品吗？看出不去啊。
太多在里面了吧？牛了牛了牛！那个爸爸原本是。